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继续玩王者荣耀体验服，然后今天用于打克隆战了，然后用哪吒打了一个女娲，这应该是很好打的吧？然后这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人掉线啊，这就有点不好打了哦。请求集合。4打5，4打5应该也好打一点。再等两下呀！女娲那么脆弱，遇上哪吒不就只能被虐了吗？但是后期比较难打，后期女娲保护我方他们会那个啊，集中在一起。这有点麻烦了啊！我操！你的空手接不住我的白刃。怎么上路来两个呀？我靠，好痛好痛，站起来扛不住。两个泼妇，我操！操蛋，连改机会都没改有了，变的。这怎么搞啊？这家伙掉线。我只站在我这边。等到4级就有好看的了，对吧？4级我们飞过去。管他两三个在一起撞死他们啊！他们跑得又慢，发起进攻！只能被我们虐啊！你的空手接不住我的白刃，发起进攻！搞不死你一个，埋伏了半天就等这一刻，你又打歪了吧？走过来近一点啊！发起进攻！我操，这个残血的，看谁先抢到。好，我先抢到啊！两个一起抢！哇，这简直是疯狂的杀戮哦！哦呦！吓死宝宝了啊！这女娲被打的都，还怎么打呀？虽然我们只有4个人啊，他完全足够。也呵。我擦！快跑快跑！顶住顶住！疯狂的杀戮！你怎么会选女娲呢？想不明白。能不能打到？我们都不死的程度了，而且他们现在都聚集在一起啊，学乖了呀！我自由，我选择。我飞上面一个。我。都飞他这孤单的啊！因为肥的他们比较落单的就很危险，现在一团的，一团的倒是挺麻烦的啊。
女娲又拆不了塔，只能被动。我操！这好危险，我操！我靠！我操！我吓死了，这么多招放出来。哎呀，被冻结了一个。我靠！快跑！这不是人待的地方，搞不好就给他莫名的砸死了。我只站在我这边。飞人。设计我们设计的，改变我要改变的。别这个，落单的最好，而且是没有保护的人的。我靠！我操！这他妈还真能拆，不拆了，我拆旁边的，攻不进去，换条路线啊！他们老集中在中路，就把它拆开嘛，对吧？他们总要守塔吧？他们要不要高地塔啦？来了一个，一个也球用。哇，快跑！一下开这么多大，然后又卡，刚好机子有点卡。好了，先回去补血。反正有能机会补血，干嘛不补对吧？补满了再打他们不更爽？先取消吧。离这个都离基地这么近，开个他是直接把我们拉到水池那个泉水里面去，就糟糕了。所以说不该飞的不要瞎飞，用这个哪吒。虽然大招很猛，但是不要浪费啊。有的时候该不飞就不要飞啊。有的可能就是想舍不得啊，开着大招等半天，你想飞一个。女娲他们打不了野的。快点呀！等下女娲过来，我就被抢了。他们一来一回，确实有的错过好多好机会啊！捍卫了那个能完美击杀呀！回来还是要的，然后由于我们这个很爱飞冷，所以说有的时候线兵线这一块就很容易落掉了，就没人去守。应该是以拆塔为主吧，我暂时不去抢人头，等他们。我来这边把兵线带上来，走近一点，近一点开这个，就不怕他把我拉到泉水里面去了。我操，很疼的。
对方好像也有一个不玩了啊。保自由，我选择打。没人听你兵线那句。他们，这个我猜兵线这样子的话，他草他们都赶上来了，赶紧开溜。不能击败我的，会让我更强大。我呵，我呵，有机会了。最下面的这边，这边的好打一点。我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还保持这种临死亡的状态啊！这打这个女娲不是想象的那么好打的啊！他们也是挺猛的。不是说很轻松就慢慢解决掉，他们开大起来也是很疼啊。这时候我方又有一个不打吗？看一下，我们看有多少人啊？我看一下，要说就剩三个人，那就糟糕。还好还好啊。你要是就剩三个人，我们就更打不过了。对方是五个啊，五个都在动。不能击败我的，会让我更强大。我去打上路，这样他们也就不会再凑在一起的。凑在一起不好虐他们。设计和能设计的，改变不了改变的。你看，他还看到我就跑啊！啊，下面又来一个，这他三四面，我靠！这怎么坑？这都不好攻啊！攻也攻不进去哦，他挺难的。你的空手接不住我的白刃。哎呦，我擦！哎呦我去！这怎么打的？居然攻不进去啊！打到越底下，他们越难打进去。这个没多少血哈！我靠！快跑快跑，没血了。开始撤退。我操，你回家都不让我回。还真难打呀哈。我先打暴君。兵线几次推上去，又被他推回来，根本攻不上去啊！我先去下路吧，下路这两这个不把他清掉不好打。集合，进攻暗影主宰。看我就三个人了，搞飞机！我说怎么这么难打？我我
我有什么又有？我操！双炮！我靠！我操！我靠！太危险了啊！三个人居然……打一个落单的最好，你还不死？只要他落单，他就较高了啊。三个打五个，还是有一丁点希望的。但就是攻不下来，好垃圾。还是说我们好垃圾，还是说他好垃圾啊？你过来支援我一下，就三个人，打不动我靠！请求支援！快来呀！我靠，有没有人啊？打不动。集合，进攻暴君。请求集合。这个时候三打五就是要把暴君和主宰打掉。接住我的白刃。我飞的是哪一个？搞死一个！我操！快跑！快跑！看我这个塔老打我，我打的帅吗？又要回去救塔了。中路塔可不能给他拆掉，高地塔不能拆了，拆了就糟糕了，三打五本来就不好打。上路有一个落单的，我是专打落单的啊！操蛋，抢我人头，我就差一个抽神了。你不是别人吗？这个我单个就能拿得下来。你们都超神，不让我超神一下。哟呵，那他跑了啊！我有，我操！开始撤退，我自由，我选择。集合，进攻暴君。我操！我操！这还要练手感，我靠！我靠！太恐怖了啊！请求集合。三个一起上。这下子很危险，说实话啊，就怕对方女娲一下子过来。哎，我怎么飞到那边去了？我只站在这边。让我抢一个人头吧！我操，还一下子跑这么快！哎，跑你个！我选择。
啊，真能跑哈，真能跑啊，这家伙！哇，咋一个人头没抢到，竟让他给抢了啊！不给我打一个这么不情愿吗？把主宰打掉，我们拆塔才快啊！报主宰先锋。要快要快！哎，我为什么要这边去了？我靠，这左右不分啊！我操，不跟你们打！我靠，太恐怖了，这个地方太猥琐了，太危险了，太危险！雷区啊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吓死人了！我那个一直超神，我这边都没打到一个。怎么地也要给我打一个嘛，让我超个神。想回个家都不行。我来拆你们家，三个人三条路。三线夹击，好，拆掉。哎，总算超神了啊！撤！正中，正中。这好漏，就回去了，我操！给他们东砍西塔了，人家没血。这个杀了多少个？杀了13个啊！不能击败我们，会让我更强大。开始撤退。这我们三个也攻不进去啊！这是。哇，你能解决掉一个。靠，一个个都躲泉水里面，不敢飞呀、啊！你的空手接不住我的白刃。不跟你们玩了，我回去。我操！这哪吒飞进去送死啊！靠，打得很痛啊！哎呀，这么快拆掉了，我想多绕几圈呢、啊。好的，应该有没有都超神？嗯。哎呀，MVP 没拿到，那我们两个超神了。两个没死一次啊，对方简直就是。